今天来东华大学，现在去食堂去蹭饭。这里有一个校园导览图，我在那个位置，然后我现在要去这个食堂，这个是第二食堂，然后我经常在这个食堂吃，还有一个是第一食堂，在这里，我还没去吃过，因为我从这边近嘛，所以我今天还是去这个食堂。大的，我好喜欢校园这种感觉，然后这种路走得特别舒服。今天天气也还好，不是很热，好舒服呀。东华大学的话在松江这边，然后因为郊区嘛，空气真的是特别的舒服。这边就是第二食堂。现在12点钟，人比平时人少了很多，基本上11点半左右人特别多。那边有个面包房。上次吃的红豆蛋糕，我打的这些10块钱，有一个小猪排，然后花菜，然后一个咖喱鸡块，应该是的。Wait.
吃完了。